两层式的，然后它的上面啊，就是会有很多新鲜的海鲜的冻饭，然后下面是把它切，对，像闪烁式这样子，非常厉害。这个呢，一份出来，如果你们还想加点，举手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开始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就像这个糕。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好不好吃？喜不喜欢？好甜，好甜，姐姐。真的，我们今天这不是吃饱，还是吃好。对，爱家这边这些饭已经不见一半了，然后雨欣那边是料已经几乎都要不见了。你的策略是先吃完料再吃饭。好。他们没有饭是那个醋饭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紫苏叶，它这个蛋好好吃哦，紫苏叶真的好好吃哦。所以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？醋的，就是三杯跟配红汤。那配红汤真的很新鲜，然后吃就是口感很好。嗯，对。然后那个虾膏味道好，对。而且刚刚看到我已经把它拔开的时候，知道它一定是超级爆炸，不是有够新鲜。好热，阿明。如果你很热的时候，想说哇，好想降一下那个温度，你会有什么样小配方吗？以前小时候都爱喝椰子水。哦。嗯，现在不是都有那个市面上卖那个凉凉冰吗？棒棒棒！冰凉还是冰？对，那冰凉那个棒棒。小时候的，小时候有吗？还是因为我不怕热？我跟你讲，我体质很奇怪，我只要这个月不小心喝太多冰的，我那一个月好朋友来我就痛了。你记得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吗？我是问你消暑秘方，从外太空引流到内太空，所以你就是会有那个冰包跟喝椰子水。后来我后来不知道是我喝到怕还是怎么样，我长大以后不敢喝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椰子。哦，椰子水啊！你刚讲到一些妖怪，我想说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是我例外这样子。而且哦。对，聊都忘记了，已经吃完了，好厉害哦！接下来是来，雨欣你好厉害哦！爱家快吃完，对，这一口，再炫一口，要吃下一碗了。哟，你现在会很想交男朋友吗？你要真有吗？要，好来，我觉得孝顺很重要，善良很重要。然后，年纪大小没有很还好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类型要怎么？我喜欢身高高一点。哦，我喜欢没有，因为我家的高度有限制。没有，我家是楼中楼，不能交往太高，因为他会站不上。真的吗？哦，也对呢，所以你一辈子都不能低了吧？